kailang, no? Sini kwailok. So, yun na, kaya kaya kaya,但是呢, nanani tao, yako bere, eko ge, ha? Mang siyong te unten, edu lai du zui, ha? Di lan e kao hui diong gan. Kaya do, lan u be, wa, boksu kong, be chun bi, diam zige, twa lang, sin zu e ki, e, jo e, kien bun no, jin jian ho, ha? Lan o jin ho e kai si. So, yi, zige, sini, di du, zige, jin ho e go, na, ha? Din be, jong zige, twan hok, imi, kien bun, ke le sim. À, lần cuối đi nè, tôi lại xung quanh xin nè, có xin nè, quan bông, ha. So, lần xin nè, ha, khai xin, tôi lại xung quanh, một bạn biết chưa mà, lại học biết chưa mà, ha, quan hạt lần này chỉ thảo là, ha, lần này chỉ thảo, nhưng lần này xong thì in suy công vậy. So, tôi chỉ cố vậy, ha, sẽ công, suy chỉ để ứng đối, ha,就是chỉ thảo biết chưa mà in, ha, thì đặc biệt là in suy,不论是加工位，哈，有影咧，有时无用位，哈，用咱的动作还是。一款的，会用来表达咱的言语哈。今仔咱要看哦，有一个故事安尼讲啦吼，有一个囡仔哥，伊倒去厝内，妈妈讲，哦，你今仔做功课了未？伊这个啊有啊，这阿公原来我袂晓讲正实话啦。伊这个妈妈讲，我这哦要讲正实话咯。所以见面啊去学堂的时阵，伊落去讲吼，伊看到伊的同学哥。伊衫虽然是新衫，但是有一空说，哎，你衫有一空呐？啊，伊朋友说真生气，说你毋着嘛，阁甲人讲咯，我有一空。啊，听啊，阁一个白弟弟同学说，我今仔袂去交，袂去社会功课，所以一直伫班诶，一开始伊讲要讲常识话啊，伊讲先生，即个谁啊？我无交功课，无做功课，因为要讲常识话个，所以原来讲咱要讲常识话，我着用听心啦，吼、哦。即个图甲咱讲啥物啊？这囡仔可以说，一个伫咱的桌边啊，会说我讲话真直啦，我毋是歹意啊。所以迄个正平说，讲话你若无经过头壳去想哦，也无什么好意啦，吼、哦。哦，也是对因无好过吼。咱逐摆年头，咱逐摆讲有一句话讲说，一年的过节哦，伫春啊，就是伫咱的第头几个月，我就春天咱的过节。所以我另外一句，我会想着讲，一生的果效伫咱的喙里啊，也是有影个吼。咱喙讲啥物，有阵会变做咱的果效。啊，我再要甲你问讲，你知影世界顶啥物动物第安静的无？无咧讲话，有啥物动物无咧讲话无？嗯，我怎么互你看着咯吼？恁若要看啥物动物，就是无咧讲话啊？啊，哦，这个图甲咱讲过哦。世界顶最安静的是鱼的 family 啦，就是鱼类啦。我伫海内的鱼哦，特别只跩哦，只跩鱼哦，伊讲跩是叫做 jellyfish 啊。我咧问阮中 jellyfish 哦，毋知恁遐哈本会较好无？伊哦是甲种 octopus family 相同，所以是也是目杂的 family 啦，目杂吧。因的身躯哦，原来因无啥物啊，因无。因无大概无头无迄个 brain 啦，无迄个脑啦，因真侪是水，所以身躯是水个吼，所以真艰苦吼，伊会外面掠伊个人掠，就讲是伊甲水个 blend 个 color。啊，即跩鱼哦，一个 fish 哦，因无咧讲话咯，哦，但是因放保护家己，但是因无咧讲话啦，哦，因讲科学家到即毋捌，无切无着因怎啊讲话呐，哦，哇，真趣味哦。啊，有真侪人恁厝内有起鱼池，有 aquarium，恁有捌听到恁的遐鱼池的有声音无啊？规 年通汤，恁的遐鱼有咧，现在有冤家有喷水哦，但是无咧讲话吼。有一摆，阮的 care and share 个分组个，阮的组长伫即个有准备有一个鱼池个，我伫咧想讲，遐鱼哦，咧听咧查经啦，无遮鱼哦，毋捌有声音啦吼。哦，无讲话哦，也是好，但是咱毋是袂做无讲话的，咱逐摆都讲话，所以我看到咱的圣经啊，这个箴言册哦，是一个智慧的册。箴言书甲咱讲第十章十九节讲，多言多语哦，难免有过，禁止你的嘴唇才有智慧的，讲就较少讲话啦。我、哦、特别咱那里啊，就讲着一话，就细腻讲讲，有时阵受气，搁较着细腻哦。那国师甲咱讲，静静听，慢慢讲，慢慢会受气哦。所以，互咱提醒咱，但是今仔日咱要看哦，是对《箴言》十六章
第一到第六节哈，真见有野侪讲到吹纸的代志，但是我特别要看这个十六章，因为我去看这个头一节的这句去掠着啦。吹头的应对就是咱的回答，让咱的讲话哦，是出在耶和华啦。所以有这句话，我才爱看这章是咧讲啥，真长哦。这章就是咱要看第头前的第九节呢，所以咱来听看麦哦。我想我第一个读英文话哦，我看麦，我这个声音哈，来播上者哈。十六章。OK。心中的无算，在的人，舌头的应对，对的阿好话，人一切所行的，在家己目睭中看最清洁，独独有阿好话，衡量人的心。你所做要交托阿好话，你所无的就得较成立。阿花所做，大家合伊的路用。就是歹人也为着好欢的日子所做，我那心内骄傲的，是阿好我所种哦。虽然人手，伊的确未免受罚，因为人民相识罪孽，伊就俗。敬畏阿好花，远离歹事。人所行的，若蒙阿好花喜悦，也。OK。好花也予伊个求得，甲伊好好，最最有财力，行事不义，不如少有财力，行事公义。人的心就算家己个道路，独独耶和华指引伊个脚步。嗯，哦，多谢吼，咱听到这个汉文的圣经吼，你来请牧师，你会做推阮读英文无？我这位牧师。啊，哎，Colin 牧师，哈哈，Proverbs 16 verses 1 to 9. To humans belong the plans of the heart, but from the Lord comes the proper answer of the tongue. All a person's ways seem pure to them, but motives are weighed by the Lord. Commit to the Lord whatever you do, and He will establish your plans. The Lord works out everything to its proper end, even the wicked for a day of disaster. The Lord detests all the proud of heart. Be sure of this. They will not go unpunished. Through love and faithfulness, sin is atoned for. Through the fear of the Lord, evil is avoided. When the Lord takes pleasure in anyone's way, He causes their enemies to make peace with them. Better a little with righteousness than much gain with injustice. In their hearts, humans plan their course, but the Lord establishes their steps. 啊，多谢牧师可怜哈。咱伫这九节的圣经，我就是分做三段，一三吼四九六十七九九节有三段，还是三点，咱要啥个拍摄呗？对第一节，咱看到讲人的心会结合哈。真侪代志，但是一头咧引来引去是出自耶和华，所以 to human belong the plans of heart, but from the Lord the proper answer 吼、哦、是对上帝来。所以头一点从咱心咧谬算，但是上帝咧掌管呐、啊。有影过吼，咱会做继续也做也做，但是到时哦要出自要讲啥，正实是出自上帝，还是上帝好代志哦，照着伊的安排哦，伊掌管呐、啊。后一点，咱看到讲，这个一头咧应对，我想到讲，有一摆啦，阮遮有一个兄弟咧讲过，伊说伊个声哦，亲像伊个声是男的，你也看到是男的，本来是点点话哦，伊声会出来会变做女的声啦。伊头是真无欢喜，可是看到我，因为因个敲电话，因个讲，喂，迄个人说 ，Yes, Miss， 会讲 Miss 啦，所以讲伊个声出来是女的，讲原来上帝有要用伊个声啦。有一摆啊，哦，有一朋友个，就去甲一间，毋知是美国个一间学堂，还是政府部，要讨伊一间资料，伊袂晓，我则叫这个兄弟帮衬，讲，说你全做我了，帮衬阮家个 application 啥物事啦。伊说，毋过，我要怎啊？我替你答，但是伊若讲，你是老母啦，老母着来，才会做你，才会做用个，咱才会做答。我起码要帮衬伊个。所以伊只卡电，伊只卡推伊妈妈卡电话的时阵，
对方才说哦，对方想讲伊是女的声，无过问讲你是老母无，无安尼问啦。所以伊才说，伊是要家，伊要单讲，伊来问我讲你是老母，你是伊老母无？伊要家对方讲说，我是替我朋友答，伊要讲安尼正的话讲，但是对方无过问伊讲你是因妈妈无无安尼讲啦，所以才帮衬着这个妈妈答一件。一件问题，伊袂晓答别啦，所以有一件物件，可咱有弊，但是到时哦，上帝会予咱有聪明，要怎啊应啊？伊是讲安尼，伊讲原来伊个声，对方听到女声，上帝用迄时阵哦，伊个朋友拄拄需要伊帮衬推伊啊，答一件问题哦，用妈妈咧推囡仔答拄拄伊个声真好，伊妈妈。但是无论怎啊，咱看到讲，上帝咧看哦是咱个心吼，人有啥物啊？有人做代志有心，有人无心，有人好心，有人歹心。无论咱做啥物哦，第一重要是上帝看咱的目的吼。所以咱第一搞是怎么样？从咱各项代志，无论大项、小项，年头开始，无论是咱啊要怎啊来好好用咱的这个今年的日子哦，咱就提着主的手中，咱就交托主啦吼，就交托主，咱才会成立。啊哇，恁知影这哦？啊，今年开始特别，今年其实特别，2023已经有 AI 出来了哦。咱也是逐摆咧用 AI 哦，有无？有时咱用 PowerPoint 也是个 AI 啊，这个 AI 多，它进入 AI 哦要来咯。你会惊袂？你惊讲下摆 AI 会比人较贤袂？你会惊安尼袂？你想哦，伊讲人工的智能个哦，看咱要管人哦，因为伊伫大方面哦，伫医馆也需要 AI 呐吼。在教育咯吼，伫咧买物件，你看阿妈总在去试个吼去用，是毋是？伊要伫咱个身边，有人甚至用 AI 咧答 yes or no 吼、哦。但是咱看到真正个智慧哦，其实是对上帝来，咱毋免惊 AI 个吼，因为 AI 是用人去创个，但是上帝是创咱有智慧个哦。啊，伊个个怎啊搞哦？伊是人创诶啦吼，有真侪人啊，真，阮真即礼拜咧在读即个 AI 科目，有真侪真好诶，即个科学家听主诶，而且咱着毋茫惊 AI 物件，咱着去明白怎啊用，茫做伊诶奴才，着做伊诶主人啦。因为遮智慧哦，佫是对人创诶，上帝创造人吼、哦，所以咱免惊吼，咱先啊讲物件伫换伫新，但是咱。祈祷看上帝爱咱怎么来用哦。箴言十八节啊，十八章第一节讲：生死伫咱个指头个关下，喜爱伊个就得较食伊所结个果子。所以咱毋免惊 AI 个智慧，真正个智慧伫一对上帝来个哦。上帝予人，上帝袂予咱去变做予遮萝卜控制啦哦。有影个遮 AI 伫歹人个手中个。因用去派去哦，所以咱祈祷好好，好在啊，什么啊，上帝无好在派人用去啦吼、哦。虽然即阵啊，咱这个世界愈行是愈进步啊，科学愈进步，但是一切对比智慧是对上帝来，上帝掌管一切。哦，人无怎啊计遐，上帝啊，阁是掌管一切。第二点吼、哦，咱看到第二点是讲到。人的心若骄傲，是上帝所无欢喜的啦。伊讲人哦，就怎么仁爱、怜悯、诚实哦，做才会得到啊，求赦免啊。上帝哦，互人你若有怜悯、诚实哦，咱会做会去互上帝啊，得到赦免。但是歹人的会骄傲，上帝无欢喜啦。所以甚至哦，圣经甲咱讲啊，迄、那个第四节讲。歹人也是上帝有阵为着，也是有一间日子予歹人存在吼。咱先啊讲从啊，咱会出来去见哈。这个法老吼，上帝也是用法老吼，哦，用这个西布上帝用敌人吼，也是有时阵是伫上帝手中啦。哦，但是上帝无爱人的心骄傲，所以咱讲骄傲甲这个嘴子有啥物关系？因为真常哦，一个骄傲的人哦。你怎啊知伊骄傲？伊个嘴会讲出来了，哦！你怎啊讲出来？有一摆啊，有一个牧师拖另外一个牧师去聚会，讲吼，去拜那边个一家伊所拜个人个，
但是这个牧师哦，头一个牧师，伊的心较为爱甲人比较啦。我等伊带这个新的牧师去捌伊的朋友，讲吼，这个朋友就说，哦，原来你这个牧师也是会晓这项会晓迄项哦。但是这个心较为是啊，不伊袂晓，伊则家己争气讲，我那甲人讲我袂晓啊，但是我咧家己介绍我的朋友，我则家己讲伊袂晓的代志。变做我骄傲，所以有时阵咱的话哦，会出来啦。讲这个原来你惊人请伊嘛，你才讲伊袂晓，其实伊也阁未捌伊吧，你就家砸咧讲，伊袂晓，伊无法。有时咱唔知咱讲出来啦，所以唔则讲骄傲甲这个嘴舌哦有关系啦。有真像咱所讲的哦，咱的骄傲会出来哈。只要一个故事哈，咱知影圣经讲。骄傲是败坏的头先啦。有一个一只啊，一只青蛙，一只这个长颈鹿吼，这长颈鹿啊，伊伫这个井内面个，但是伊哦听到说有脚步声，有人要舀水出来啦，要舀水咯，伊才说啊，我要赶紧出去咯，伊才跳起个水，互伊个人家舀出来，伊就去外面咯啊，去外面的世界呐，伊就家跩边头的长颈鹿的公式。我是第一咬的啦，哦，你看我跳出来了，其实是人家邀出来的，哦，但是伊讲我就是第一咬的啦，啊，无咱来比赛看卖哦，一只啊，一只青蛙，伊讲咱来比赛看谁啊，掠较侪，谁啊掠较侪草莓，哦，草莓，不啦，三倍啦，哦，哇，真是掠掠，伊在那个掠也侪啦，吼，所以伊赢啦，所以真欢喜说，你看我第一咬掠的啦，我特别头名吼，佮无啊，谷歌。今日都有一只水牛来要啉水啦吼，一只水牛过来咧啉水的时阵，啊，遐白只的长颈鹿说，哇，遐大只的水牛啊，啊，这只长颈鹿听到说，那有大，我的水比较大呐，佮变出水牛较大，再怀青蛙再讲，我一边怀边头说，你们个人比了啦，这个水牛就是第一大只的，说，你来看我，伊在这里。笨哦，笨笨啊！伊要用个巴肚笨，互伊愈大啦。或伊个或长颈鹿朋友说：“你莫看，伫哩笨，你个巴肚会，你已经无需要甲这个大只水牛拼个。你才是输个，伊无要认输，所以伊说：你看我变出遐大马路，伊则卜一声什么呀？巴肚则拼去了。就是讲，因为伊真骄傲，个吼，伊只长颈鹿。”所以咱人哦，唔通骄傲，有时咱唔知咱咧骄傲咯哈。耶稣有一句话甲咱讲啊，伫路加第六章啊，伊讲，好诶人对伊心内所存诶好，就发出来吼，发出好诶来；歹诶人对伊心内所存诶歹，就发出歹来。因为心内所充满诶，嘴就讲出来啦。哦，原来吼，一个人诶话讲出来哦。耶稣甲咱讲是对心内，伊心内呐有存好的意念，出来话是好的啦；伊心内呐存歹的哦，出来是歹啦。所以咱唔则着将好的物件放咧咱的思想内面，想好的哦，像保罗讲，原来是好的，有水的名声，咱就该好的，该圣洁的、清气的，咱就该想。牧师咧甲咱讲，今年要念圣经节，哦，就是传人信主的传福音的圣经节。咱就可以念落去吼，后来突然知影讲，原来吼，咱是啥物啊？拢是罪魁哈，因为无一个人吼是无犯罪吼。约伯甲人讲哦，伊讲敬畏上帝才是智慧的，远离歹就聪明吼。这是约伯讲的啊 ，The fear of the Lord is wisdom; to shun evil is understanding。所以这个第二部分的这个箴言甲咱讲，咱都。唔通有骄傲的心，咱就敬畏耶和华，咱才离开歹；敬畏耶和华，会乎咱远离歹事啊。然后，佮第三点是罗马十节啊，伊讲说，伊说耶和华是甚物啊？指引人的脚步，哦，人的道路，上帝指引。人的道路是上帝咧带的，哦，人会做家己啊，有伊的才干，但是罗马是上帝的引导。我第爱第七节讲，伫即九节的圣经，我第爱看的是第七节，伊也讲说，
人所行的，那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就予伊敌人甲伊和好。哦，原来咱的嘴唇哦，甲冲突有关系，甲人和好有关系啦。真上好，咱咧甲人无上好是有时嫌咱讲一句话，予人袂欢喜讲哦，还是讲咱去插着人，还是咱讲着唔对？所以原来咱的嘴子啊，也上会予咱甲人有冲突啦。唔知这个圣经在我第七节讲，咱那好，那做那所做那好上，也好欢喜，也好爱好，咱才求得上好啦吼。所以咱会记得讲，咱啊，上帝爱咱做，咱来去做哦，伊会好咱才求得上好呢。我要怎样安尼讲呢？我要怎样讲有法当安尼啊？哦，最近哦，啊，我咧想讲，我记得阮徛伫是是哪里的时阵啊？二楼，我伫第三楼啦。阮二楼有一个，有一对夫妇哦，翁某啊，我毋知捌讲互恁听无？你伊男的逐摆啉酒个吼，啊，因逐摆个个有身边逐摆，忽然间就叫救车来甲伊摕去帮助伊。所以即个人无爱吵啦。但是迄时阵，阮伫班顶啊，阮徛伫三楼，伊囡仔十八个月，一岁半个囡仔也爱走来走去个。所以为了咧走哦。哇！这个伫楼咧徛的这个男的哦，这个爱啉酒的人，会甲我笃笃笃会将伊的同乖给敲敲我伊的主管，讲伊咧无欢喜了啦哦。虽然是安尼个，但是阮哦，原来是逐摆甲无咧甲伊冤家哦。阮逐摆有时阵煮食会捧来分伊食啦吼，会分伊甲因某食啦。所以有一摆啊，我家己伫厝内时阵，伫三楼，阮翁去读册啊。囡仔感觉就出来，这脚步声起来哦，原来这个兄弟来了啦哦！我去惊着那伊给我敲门，伊是要跟我讲道歉啦，讲伊逐摆咧讲我囡仔也差，讲伊是对不住我，逐摆咧，让我拍惊，讲伊咧生气，其实伊无要生气了啦哦。所以咱用好对伊哦，伊才甲咱下不住啦哦。这是讲咱的行为，那好也好欢喜，也坏好咱的甲敌人。上好吼，遮个再讲说，一个啦真侪财，但是无行好哦，不如伊无真侪财呐人吼。所以咱第三点要看的是讲，咱所做代志呢吼，上帝会欢喜；咱所做讲的话，上帝会予咱脚步会稳当吼，稳当。你捌听著一句话讲说，做贼心腹无哦，是讲你若有做唔对，我人暗暝给你敲门哦。你会惊啦，虽然哦，你看这个贼仔哥，伊囡仔是去当伊人，伊就想讲伊因为偷窃个，所以伊做贼伊会心虚啦。相反，个咱哦，若讲白贼话哦，圣经讲箴言十二章十九节，嘴若讲真诶哦，永远入定；嘴若讲白贼话哦，尽淡薄骨人哦，咱会惊痒痒，错是无？咱若无影无一只，咱若讲假话，还是咱创假物件、假小白。咱会真惊人来查咱哦，所以圣经甲咱讲哦，咱若讲真诶话，咱若讲诚实诶话，咱嘴若无讲白贼哦，咱暗暝也好困哦，咱无惊人半暝甲咱敲门哦，咱袂惊遐吼。所以假是讲，咱所行诶蒙耀啊喜悦，咱诶脚步会也稳当吼，也稳当。到今年吼，我家己咧学习是啥物啊？我咧想讲，要怎用听心讲诚实话哈？咱唔单单就讲诚实，就阁有听心。所以有一句话哦，最年头我伫想，我若要讲话，我就说这句话有需要讲无？兼说无需要阁讲咯，还是讲较少的啦吼。而且少讲话吼，有时阵咱讲伤侪，兼说会去讲大吼，还是咱讲伤侪会去讲着伤害人。所以我年头我咧学习是讲。喂喂，有需要讲吗？哦，是毋是无需要讲哦？特别啊，我怎么听到恁的传福音的圣经，在恁的记啊，恁要务必要传福音。这个顶礼拜拜六哦，我甲牧师哦，阮咧创这个门徒的栽培啦，哦啊，becoming disciple， 每个阮咧创这个啊的训练哈，伫一个教会而去了的话，一点钟去过哦，阮咧招人招啊艰苦哦。招啊，头头有50个人要来咯，但是年头逐个人真无闲加招，逐个人真无闲，才剩差不多40个人来个。我说不要紧，因为耶稣要叫人来做门徒，才12个人，所以咱也是唔免挂意。那有
十八、二十八，咱就欢喜咯，因为加州逐个人真无闲。一切迄个拜六顶礼拜四十个人来啦，但是未拜六诶时阵哦，哇，拜四、拜五，阮咧真无闲咧招人诶时阵哦，我看着啥物啊？有时阵哦，伫灶骹咧煮食，还是讲阮翁会说哦，你即个都蛮单煞个食咯，食较伊甲我管东管西，我说。你要互我生气了，有时阵咧做代志个，我说即无咧帮人，你个咧，我有时阵我有即个要，咱种个做团队，咱嘛是人哦，咱有时阵哦，有分啊，讲一声啦，咱有时无欢喜，还是讲伊咧揣无物件，伊说你退去无，我说，逐摆无物件，敢若中分啊揣无物件，就是太太退去吧，即个话，哎呀，爱甲印出去哦，但是圣经讲，你敢是要学讲。会做面讲话，会做咸讲醋话。因阮若讲，敢若逐摆是我摕去啊，你放弃物件，逐摆是我摕去嘛。阮若讲较袂计较，还是讲说，伊则找着我说哦，你找着，恁都甲我讲 sorry 哦。example，我有孙会安尼啦，会爱讲，恁别咧甲我讲 sorry 呐。但是迄个拜四拜五，忽然间我上帝叫我安静哦，你咧学啥物啊？所以话毋通阁加讲咯吼。会做减少讲话，也是有影啦。若无过，阮拜六要欢喜迄个培训，要甲人栽培个，阮伫落，阮毋知会袂欢喜咧。开车一点钟，两个无欢喜，你想上帝会欢喜咱做袂？无，所以有时阵咱个喙头原来伫咱个厨房顶，咱就真正敏感啦。哦，咱红无啊，若袂动心，若去厨房，上帝嘛无欢喜。哦，所以。感谢主哦，拜四拜五啊！我伫咧学讲，减讲即句哦，毋免佫较袂硬哦。哦，真是愈老个，愈老我会说，因啊赢也是我赢了啦。恁会安尼话，现在咱开始也，你也佫也少年啊，牧师也佫也少年啊，无鼓励啊，也是咱中间哦，也少年时阵爱甲人争赢，特别红无人爱争赢，比如到老哦，红牧师，你互人看哦。你赢就是我赢了，我来输也是你输了，未阁爱，无再爱阁得了啦，我未阁爱阁得了。这是我家己体会着讲，原来因为咱在亚讲，咱的敌人是魔鬼啦，咱敌人无爱咱合作做工，无爱咱好好做工，特别这个培训四十个人要来，我感谢主，因逐个人学就是，这个是教会需要的，就是要传福音，要做门徒啦。因咱教会竟然咧无咧传福音，无咧做门徒咯，伫咧行下坡咯，啊！了世界真侪新的思想出来咧，影响咱的囡仔，咱也无去栽培咱的，来粗心了，咱哦会失去因哦，咱会将福音对后门逃走去啊、哦！所以感谢主啊！我今年就学习讲，要怎啊用听心讲诚实话，就是毋免加讲咯，会做讲较少的话，个是我咧学习的吼。然后我会记得讲，你若有参加种个 Rotary Club 哦，你呢在 Rotary 哦，伊有 four way test 啊，咱菲律宾有顺写伫过来呐。要怎啊做一个真正 integrity 的人？伊讲，伊说的出你讲的是，你要讲出来话是毋是正的啊？有公平无？怀你讲的人伊有公平，伊有在场无？哦，会互恁好好无？有 build good will 无？会互人相好，还是会互人冤家啊？哦，了，伊对逐个人有好处无？我甲伊翻译汉文，意思说，咱若要管咱个舌头，用听心讲清楚个，咱着想即四步头先哦。咱四个原则讲，是事实吧？我要讲个是毋是正个啊？哦，有真侪咱听着、就是，咱听着别人讲，无拄拄伊个正个呐。咱伊人听已经有家加添加水加豆油咯，咱则个。讲出去变做毋是真诶啦，所以第二点是讲，啊，迄个人，咱咧讲个人对伊有公平无？伊若无伫遮通来辩护，通来甲你改正，你袂做讲出去呐吼、哦。第三点是讲，你讲了会互人好诶友谊吗？还是你咧互人冤家啊？还是你咧吼咧互人无好，是歹意思吼、哦，有歹目的无？第四是讲，对逐个人有好处无？即句话讲出去，对教会有好处无？吼，对咱信主吼会见证有好处无？吼，这个是真好诶，四个啊，这个四个方法啊，四个原则，互咱通学习啦，哦。所以咱来总结
诚实的心哦，做会得到下面。咱就存着这个慈悲诚实的心哦，做会得到下面。敬畏耶和华，互咱会离开歹，哦，敬畏耶和华，互咱无爱滥伤狂话哦。第三点是，咱的道路是上帝咧，甲咱指引，指要咱所行的，是伊所欢喜的哦。咱的脚步真稳当哦，袂惊遐，袂摇蛇哦，袂惊人半面敲门，你袂惊，因为你无做什么歹代哦，无心无愧哦，这是垂直的应对。咱的上，咱的水头诚实哦，无讲白贼，就是有法通立定哦，立定。